然后今天有个好事啊，我们一个小姐姐好不好，给寄来了衣服啊，说里面有六件衣服，然后拆开你们一人选一件合适的。现在晚上快10点钟了，带一个网友老哥去开个挂壁房住一下，就带他去我住的那个挂壁房吧。他过来的话也是打算找找工作啥的。还有个40块的是吧，便宜点的有没有吗？便宜点的一个30的。最便宜的是30的吗？是啊。那就来个30的嘛。就这里307。哇，现在爬点楼感觉好累了。好。我上次崔总住了这个房间，就这个房啊，现在这几天下雨，所以说有点冷，这个的话就刚好。以前这里是崔总住过的，还可以，那你就先稳定下来啊。好，现在晚上12点半了，桥洞集团都在。然后今天有个好事啊，我们一个小姐姐好不好，给寄来了衣服啊，说里面有6件衣服，然后拆开你们一人选一件合适的，大姐的可能没有，大姐的可能没有，先看一下你们拆开嘛，有没有我的呀？拆，老弟拆，你们一人选一件合适的哈。我看一下啊，哇，都挺好的，白色的。白色的我不要，你谁穿白色的？我看一下这里，老弟，转过来，陈老哥选一件，可能没有女装，看一下有没有适合女装的。不要不要抢不要抢啊，选自己合适的，自己合适的。一人穿一件嘛，一人拿一件。还有耐克啊，黑色的给我一件，黑色的你穿黑色的，那我都穿白色的啊。我一般喜欢哪个小姐姐准备的？我喜欢贵人鸟小姐姐，都是牌子的吗？看一下行不行？哇，这衣服我都想要。你都有了 F 的。我摸一下，挺好的。F 的。来，一人选一件吧，套上有点冷了。小了。都套上。我套上试一下。套上，天气冷了，都是长袖啊。会不会？我讲。这个长袖的怎么搞的？袖的。现在天冷了，就本来就要穿长袖嘛。有没有多余的？给大姐一件呢？大姐，一共几件？男士的。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。四件不好，这几件？6件，一共6件啊！好，老弟你也去套上，都套上呢。我这蛮合适的，去找奥利给。崔总白色挺帅的，谢谢。先坐着，先对，统一穿好。大姐你要不要？那你拿着嘛。那个老弟也套上，你先对。崔总你坐着。坐着。我桥洞集团总经理，我还。老师，你现在穿了这个衣服，你就要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你们都不要，我要。哇，这件什么衣服啊？救命啊！彪马吗？这么哇，孩子货啊！姐，给我来这套。好像都合适啊。合适的。刚好。啊，你觉得我们俩合适吗？合适。不是我说，合适。好，老弟过来看一下。太强了。刚好。太强了，可以。刚好。非常到位，非常。刚好，不用脱，刚好。刚好，你那个长度。是一样的码数。好，现在都精神上发了，都站起来下队。阿力哥，好，感谢我们小姐姐啊，感谢小姐姐啊。对，已经到很到位了，很到位了。刚好这两天天气冷了。我是桥洞集团创始人崔总。今晚这个宵夜能不能报销一下？我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老师，你不要打我，昨天上次老师打我不行，别打老师。好，都精神了，都精神了。现在晚上快2点钟了，今天呢又是我们桥洞集团过年的一天啊。小姐姐安排了衣服，然后我广州天河李哥又给我们安排实力过来吃个宵夜。啊，感谢李哥。对，然后感谢李哥，感谢小姐姐。今天的话就相当于过年了嘛，是吧，胖总？到位了，相当了。然后今天也就简单安排几个小菜啊。因为这里主要是搞这个地锅的，所以说没什么小炒菜，相当到位，就是搞了一个排骨地锅鸡啊，嗯，啊，加点花甲啥的下酒啊，啊，到位了。那我们吃好喝好吧？啊，老二的话，现在还有事情在忙，所以说就还没过来。然后920那个大姐的话，看我们一桌啊都是男的，所以说也不好意思来啊。喝一个，对，感谢一下我们啊，感谢李哥，天河李哥，对。啊，香干为敬，好吃好喝好啊。
崔总还稳得住吧？稳得住，我都喝了一瓶都能稳不住啊。就你那个嘴还有点轻了、啊、摔得不轻。明天要搞点药了，要搞点药、嗯、多少钱了吧？439。439块、啊、嗯。